Britney. Are you ready? 今天是我二弟退伍的日子，我们要去接我二弟退伍。那，把你我们出发吧，出发了。他是我二弟的女朋友。亲友团。亲友团要去接他退伍。一行人浩浩荡荡要出发了，我现在要去哪里？五口联保厂。车子没有油了，现在要加油站加油。加完油再继续出发。今天刚好呢，也是我们 Money 带回来的第一次出游 ，Money 第一次跟我们出去玩，开心吗？第一次搭车。今天道路车况良好，完全没有塞车，开得很顺畅。马上就会到五口联保厂接我二弟退伍。这里就是五口联保厂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要进去喽，耶、yeah ！我们辛苦的国军现在在站卫兵，保卫国家。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去，带我弟弟们出来。今天是他退伍的大日子。退伍，退伍！我二弟退伍了，我二弟里面要合拍，拍照。对，来了，用摄影的，用摄影的。对啊。胜利胜利社区哦，好了，退伍了，我们要回去了，拍照啦，辛苦了一年，好了，我帮你拍了，我帮你拍，拍照拍照。哇，返乡了返乡了，沉重的公仆大背包，这也许是他人生最后一次体验。不过所有当过兵的人都知道，这个真的可以装很多东西。接着我们要回家了，回去。